啊，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植物朱小龙啊，朱小龙，朱小龙，哎，我怎么看这条通道啊，那么不顺眼呢？啊，看起来这些僵尸都很厉害啊，我们得选点高级植物。好友就不选了，我好友感觉有点少啊。好，我现在是1-1啊。好的。这条管道新僵尸来穿过来了。不是，等会儿我先看啊，新僵尸，新式僵尸。啊，这个就是普通僵尸一样啊，和普通僵尸一样，就是换了个样子啊，没什么区别。不过我在想，最后一排我怎么种植物呢？只能种在这上三格吗？不是，那他要从这儿直接走过来，砍不掉怎么办？我想想。不对，等于他到这边，我们还可以在这边攻击，是吧？那咱们先把这两排主力占一下，先搞一下这两排的主力。是吧？因为这两排不太好种植物，是吧？地儿有点少，哈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种点不合适啊，咱们应该种点高级植物了，不能再种那么低级的卷心菜了啊，一定要种这种高级的这个啊回旋镖。哎，不应该叫回旋镖射手吗？我记得手机版里就是这么叫的，是不是阳光有点少啊？啊，中间啊，这块地儿有点没什么用啊。也不叫没什么用吧，反正太搞钱了，所以种什么攻击植物也都不太合适。哎，你不应该掉入这个坑吗？你怎么还直接迈过来了？哎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！还有一个新僵尸啊，等会儿。好啊，来，等会儿，我眼睛有点那个。没事啊，咱们继续。新僵尸骑兵僵尸啊，自以为骑着木马就是骑兵。惧怕朱小龙，哎呀，这关我们得到那个植物啊。那么这一关怎么办呢？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从这儿会有一个僵尸沿着管道直接进我们的房子。但是没关系啊，这有这么多强悍的植物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怕他什么吗？看见没有，半路就死了啊，半路就挂了。这关好像没必要用坚果枪了。这块也是专门种向日葵得了，没必要种这个植物，是吧？只要炸不出一个带铁桶的骑兵僵尸就行了。要不我可挡不住。应该不会啊，咱还没得到他的天敌呢，怎么可能出那么高级的僵尸呢？是不是？秦始皇陵1-1，但是他官网上写的这个关卡叫麒麟探险，他这儿又写秦始皇陵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中了，没必要中，直接过关。好的啊，直接过关。那么这个早上啊，刚起来啊，这个说话有点不太顺畅啊，大家就见谅了啊。朱小龙，近身抽打四面八方的僵尸，
攻击周围八个。是不跟白菜有点像吗？跟白菜像，白菜。